下一集在背后跟易阳交往，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你为什么要搞破坏？是晨曦叫你跟着我和易阳的，对吧？这些都是晨曦叫你做的吗？是他要我来追求你。下一站遇见，星期一晚上9点，八频道迫不及待想看本周的下一站遇见剧集，您也可以上 TOGA 免费优先观看。本节目是由。